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猪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40周年那个改造组哦。那它的正版的盒子就是长这样，一个纸箱，没看错，就是一个纸箱。啊，卡拉托米。好，那盗版的包装呢？哇，你看，盗版的神奇战神，紫色神奇战神，然后烈焰邪神，然后。凯旋翼撒旦哦，它都有附那个握把跟发射器，但是都很烂。好，那我们就挑它的跟正版的一样的来比较吧。好，首先就是我们的握把，我只能说，很像，可是还是正版的握起来比较舒服。哦啊，当然啦，就是英文字这边有差，哦，真的是。乐乐等哎，啊，这个就是他那个官方的那个名字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背面也是一样，正版的这一个柄会比较宽，所以我们装上那个发射器的时候会很扎实，会很紧。然后盗版的它比较窄，所以到装上到那个发射器的时候它还会晃，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啦。好，那握把就这样。再来是发射器，我们可以看它英文名字，英文名这边还是不一样，它少一个 L， 然后它的盗版的英文字比较小。哦，那颜色的话，还是正版的会比较漂亮，因为它是透明，然后又有亮粉，然后它是不，虽然说透明，可是又不透明，因为你看它看得到里面很紧。一点都不顺，然后你多拉几次就会坏掉。然后正版，好顺哦，我朋友来了，顺啊，好，就这样。再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咯，翔翼战神，我们把它打开来看吧。你可以看正版的，哇，金光相向，顺气千条，有够漂亮，紫色我喜欢。用紫色电镀纸，那很漂亮，然后又是 V 环，紫色的，重点就是紫色的 RB 轴，正版的哦，漂亮。那盗版的呢？你看，又是那恐怖的瞳孔放大片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盗版的铁的颜色很怪，那种紫。有种说不出来的怪，你可以看一下他们两个分辨正版跟盗版的分辨颜色，然后正版的 V 环就是比较淡，然后盗版的 V 环会比较暗一点点，然后轴的部分的话，正版的有亮粉，然后盗版的就没有，就是单纯的紫色哦，然后有英文字。正版的英文字，盗版没有，就这样。那翔翼战神是盗版的第一只神世代，好，的陀螺。那所以徽章的部分是无法拆的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做出拆的。所以呢，你就算用螺丝起子把它拆下来了，那他的徽章还是没办法换成我们正版可以用的徽章。然后呢，贴纸真的是有够丑的丑。不是我故意把它贴很丑，是它真的做很丑。你看这样子，然后正版的是它经过裁剪，完美裁剪，颜色漂亮。然后盗版就是一体成型，随便你贴，反正贴了还是不能上场比赛啊。好，那盗版的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翔翼战神真的是紫色，好漂亮。那现在一组也是越来越贵啊，当初我买是1000多，那现在可能已经绝版到快要2000多了，可能往3000那边，所以想收藏的就尽早赶快入手好吗？不然它只会越来越少而已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旋翼撒旦，旋翼撒旦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剪辑轮盘，那就跟之前的。有看我影片的应该都知道，我都有介绍过翔翼、旋翼、撒旦，还有
那个末日邪神都有介绍过，然后他只是把盗版的拿来喷不同颜色而已，所以他的徽章都不能拆，都只能用转的而已。好，那其他的，我是觉得撒旦他的颜色很接近，然后趁盘特没有亮粉，然后盗版的偏偏要给你做亮粉，所以仿的就是要相反的概念。那一样，没有眼，正版的有眼睛，盗版的就没有眼睛哦。那贴纸的话，我真的是不想贴啊，因为它的颜色你看差价侪，颜色真正有得卖啦哦，我敢唔使退钱，这种贴纸我真正打袂落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铁的部分，铁，那铁的话就完全不同啦，二号铁、六号铁是要比个，都不用比啊，好，然后一个是 G 环，一个是 C 环，左的话就是很漂亮的亮粉，然后浅绿色，这种绿真的很漂亮，然后轮胎，记得正版的就是平的，盗版的就是十字的，所以分辨超简单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末日邪神，那看一下我们的末日邪神，邪神一样，正版的徽章都可以拆，可以变换，然后盗版的还是一样，只能用转的，随便你转，它还是一样在原地转。好，那再来贴纸就算了啦，那它的能力呢，很卡哎，真的是看他心情做的。那正版的就是很顺。啊，这里末日邪神这里是立体的，然后它是凸出来，然后再涂颜色。然后盗版的就是直接给你涂颜色，画个颜色这样子来做个交代而已。哦，那其实我是觉得正版的真的是很漂亮。好，不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铁的部分。然后铁的颜色呢，正版的真的超级漂亮的哦，我爱蓝色。然后那个电镀蓝真的漂亮，然后盗版的它已经喷得太厚了，厚到有已经变掉了，真正糟逼的咖逼哦。然后你铁数字也都被淹没了，正版的真的很赞。然后环的部分，正版的会比较清澈，盗版的会比较浑浊哦。轴心一样，插在亮粉，然后又插在螺丝，跟我们的前面这里、上面这里都会有英文字，盗版的不会有。有看过我末日邪神那一篇正版盗版影片的话，应该知道它的盗版的这颗轴，它是属于攻击型的哦，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。那你们想说要跟他们对打对不对？我才不要咧，因为我只有买到一组。盗版的干嘛在这里？哇，好，组装起来，很漂亮。那这三颗是快乐快乐周刊40周年出的纪念版，那这三颗我是很珍惜，因为我很怕打到他们白化了，那就心疼啊，所以这三颗我就没有让他们对打咯，那待会就用盗版的来打吧。那我们就来开打吧。首先是我们的超级宇宙世界无敌霹雳闪电天之无邪人见人爱小可爱。好，那我们来对战他们三个，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一打三。好，那打之前我先讲解一下，盗版的陀螺你就用盗版的发射器发射就好了，因为你用正版的话，因为它正盗版的这边会比较窄，那正版的会比较发射器这边会比较厚，
会比较厚实一点，爪子会厚实一点。那装进去的话，有可能会卡住，哦，所以你用正版的发射器去玩盗版的陀螺，很容易害正版的发射器坏掉。如果你爱惜发射器的话，记得盗版的就用盗版的就好了。那当然最好就是不要买盗版的，哦，好。那因为我是要拍影片，所以逼不得已只好来玩一下了，哦，你们要懂我的无奈，好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就用小可爱对战他们三个，一打三，啊，快点，Hello， 好，开心的，继续，我来支援你了。打他！啊，对啦！哇，小可爱真的是太萌了。好，休息。那在打之前再等一下，这是盗版的发射器，没错，就是一拉就坏了啊，哦！盗版的，嗯，果然是盗版的。好，丢。对了，你看这是送的盗版送的发射器，还会长毛哎！哇塞，太神奇了！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超级彼得猪，那我们开始吧！哎呀，丑一再次好。好，那我们再次开始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哎，赢了吗？嗯，应该是啦哈。好，辛苦超级彼得猪了。好，盗版的丢，拿出来丢，通通丢掉。嗯，请支持正版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